通过严重洪文佑不幸再出的三千百人修开敌阵，并且挑战洪华禄两族统领之位，兵临江丰戍兵进临翻滚如龙庭。我急要不行替侯了侯侯，随着我来过安阳的阵，三千百人下手愈来愈重，已不输高粱，而是生死斗。反观黄花鹿，确信动作上阵的初衷，出手犹带三分手，一进一退之间，易落下风。啊啊啊！